唧唧的，这上个厕所上的啥？可不是啊，你这会儿上两回了。说谁呢？我的天，喝两瓶酒就这样？喝点酒是墨呀。哎，再整点吧。整不动。啊？整不动了。剩俩了，干了得了呗。不整了，其实喝的没少喝。那你完蛋吧？你说。那买单吧你，买呗。谁呀？你买吗？小龙，我跟你说心里话，我可没揣钱今天。你别闹，我也没揣。不是你这人，我发现怎么事？你请人吃饭完你不揣钱呢？行了行，别搁这废话，咱俩谁也没带钱，一会儿吃完饭咋办吧？咋办呢？就你跟龙哥出来，你怕啥呀？我上哪吃饭还花过钱吗？还喝酒花钱吃点烤串，我上他这吃了就给他面子，你知道不？哎呦我天！老板叫出来。老板，二位出来。二位，对我们豁牙子烤串满意吗？吃怎么样？吃。哎，那什么？哎，老板。哎。咱得说给你这吃点饭啥的，喝两瓶啤酒，还花钱呢。大哥，你说咱这小本生意，你说您差这两个钱吗？听过龙哥没？龙哥，我耳熟。那还花钱吗？你说，咱这都小本生意。串一串挣的钱，你说烤猪头来一个不？烤猪头，你说咱挣不多少钱？但是我这人一般情况下上哪儿吃饭，该给钱给钱，不但给钱，咱得多给，知道不？多给给钱，大伙儿多给行不是啊？吃好了呢，咱就买单；没吃好，我再跟您再上点吃饭。那你先忙吧。好，有事你喊我啊。装啥呀？还拿个小刀搁那抠，没看人家拿的吗？比你大多少？我跟你说，你到哪以后就别老装了，知道不？这还带个链子，搁这装啥呀？哎，轻点，你整掉色了呢。我平时我就一比划就好使，谁知道老板比我猛、啊？我就告诉你，你这是遇到茬子了，知道不？那有招，你有招，你想，想就想。带电话没？带了咋的？电话给我。你没带啊？可拿来得了，废话呢。吃饭不带钱不带电话，你这人我这……哎呀。密码。96144。这啥密码呢？这是。我用的挺顺的。吃饭。喂。我说小区保安吗？我们业主花钱雇你们白吃饭的，是不是啊？啊？咱小区是文明小区不？是环保小区不？我告诉你啊，现在来一烤羊肉串的，整的冒烟咕咚的，你们管不管？啊，行，哎，好，我知道了，嗯。哎呦我天哪，太狠了大爽子！有我！哎呦我的，这阴招你都能使出来，厉害啊！这一会儿保安一来，小摊儿给他一收。那还给啥钱了？我还得罚他钱呢！我告诉你，这招狠呐！哎呀，狠啥呀？人家说了，现在忙任务呢，啥时候来不一定。那就是没好使呗，是吧？你这两下子还不如我的，就吱吧瞧瞧能的。那你想？想招不有的是，着啥急呀？我的天！哎呦我，你吓着我！来招了啊！来招了。啥呀？呀，叫上老板。哎，来了，吃怎么样？那什么，咱说话归说话哦，就是尽量就把武器啥的就往边上放一放，是吧？对，不用动刀动枪。我那啥也没带，我那得后边切土豆片呢。那行，
来来来，老板你来啊、哦，来来，看见没？看见没？我就告诉你啊，我就把这玩意儿拿到防疫站，不仅我这顿饭我不花钱，还得罚你钱，知道不？罚完了。知道不？啊。看见没？这啥玩意儿？黢黑的。解决一下呗，瞅啥呀？怎么处理吧这事儿？今儿呢，我们烧烤店搞活动，烤一送一。这个忘放孜然了是吧？你要不爱吃，我就不给你上了。这是属于高蛋白的小虫虫。你要乐吃素，一会儿给你来点素的啊！我给你烤点素的，没烤点素的。太生性了。那你给他干啥呀？谁寻思他能吃这玩意儿啊？我告诉你，这招最好使，完你还给他了，太生性了，咽下去，这啥玩意儿？哎我天，这咋整啊？整不好，咱俩今天得栽这儿，我跟你。那不怨你吗？栽不栽的呢？我这招挺好的。哎，龙，我现在有一个招。啊。咱俩假装喝多，然后咱俩就干起来。这一打，噼里扑隆的，肯定影响他生意。老板一出来一看，是不是得把咱俩撵跑？你干不干？你那玩意儿干不干？干怎么的？你干干不干的？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是不是谁让我干的？哎呀妈！挠谁？哎呀，挠你信不信？哎呀，吃饭！哎呀，哎呀，坐好！啊！哎呀，哎呀，你把这能耐的，我都告诉你啊！说好！就你家老娘们那招不好使，知不知道？生意了，快点的，快撵俩跑吧，快点，老妹儿，你猜他俩谁能赢？这咋是盯上芭蕾呀、啊？这是啊，快撵走啊！快点啊，影响你做生意。哎呀，这俩照你说，你俩这玩的啥活啊？这是，你俩吧，该吃吃，该玩玩，该闹闹。你说你这是整啥呢？你说呀，这噼里啪啦的，你说，哎呀，你这。哎呀，你看猪啊，走，你看串儿，哎呀，盘下我的串儿，哎呀，不行，你俩俩走吧。没事，这串儿不怎么埋的，撸吧撸吧，一样吃啊。哎，太吓人了。完了，真好使啊。仨他也没好使。还带锁喉的你呀、啊，像虎似的，大嘴巴子给我咳的，这腿给我踢的，干啥呀？是啊，这啥破招啊？拉倒，听我的吧。你啥招？绝招，三十七计。啥玩意儿？第三十七计。我就光听说有三十六计，没听过三十七计。三十七计没听说过呀？马毛见过没？见过呀。人毛呢？没有，呀，我毛了！哎，你要再这样，你告诉我呀！哎呀妈！哎呀妈！大姐，用打9614不？他给我打了，我撵他去。哎，你等会儿，他打你受伤呢，我这管不了，你得上医院。哎，要打严重了呢，直接上96144是吧？你看，把单儿买一下呀，都把我的桌腿都弄坏了，串儿那盘子打碎一个。别废话了，这个咱可不要，手机还你，多少钱？咱算一下。多少钱？你说。80。可以。你说找我钱。你说你这二位何苦的呢？你大成子。怎么还在这烤串呢？啊，赶快走！啊，我这不就走呢吗？你看，走。哎，拿我钱呢？我这顿饭吃的，挨顿打不说，还打20。